今天是2022年3月19号，能来到大家棚里回放一下这个黄瓜卖大粒丸的效果啊。这大粒丸是个神奇的东西，现在这边黄瓜上都在用。那咱叫大姐给说说这个卖到大粒丸这个黄瓜上显现出来的效果，大姐给你说两句。你看咱用这个大粒丸，咱这个叶片还厚还，瓜皮还粗。这瓜，你这果子还好还，茎根还粗，这大粒丸就是好。这大粒丸是吧？咱这这一半全部都卖的大粒丸、啊、是吧？这边全部都是大粒丸啊。然后可以看一下，然后这边是没有卖的啊，这边是没有卖，这边是卖过的。看对比着这边的要小点，而且现在做瓜还没咋做，你看长势还好还。对咱这个产品效果满意吧？满意。准备再买点，叫这一半也卖卖是吧？准备再买点，这一半也上上。